哎呀，这大家平安。咱要透过这个影片来甲大家介绍，明仔透过咱相连 LINE OA 来看咱当初时所写的中保代导卡一定进行到倒位。首先，咱取一个咱的官方账号，入去了，咱取咱的会友专区，甲取一个。咱经过这个欢迎的画面，就当来到内底资料，看到咱上个卡面有一个祷告事工，咱甲取入去。取入去了呢，咱伫个顶端加手屏才有一个代祷记录，哦，才甲取入去。取入去了，咱就当看到咱当初时有写的代祷卡，哦，有还袂处理的，有伫个祈祷中的，啊，某一个完成的。哦，咱拢会当个点入去看，咱个点入去看，试一个了，咱就当看到咱动车时写的内容。哦，啊那这项祈祷一定做应允。哦，咱买当伫个顶管来填写感谢卡，伫个填写感谢卡，加咱只试一个，咱就当来写感谢卡。啊，感谢卡咧顶管的资料，哦，基本上拢帮咱填好势啊。啊，咱就当个。祈祷应允的日子，甲添入去哦啊，应允感谢的内容，咱咪等下写入去哦。啊来，这个感谢卡是不是要公开，还是无要公开，拢会使。完成了，咱伫右上角这个起完成哦，安尼就会使啊哦，谢谢。